都来自美国，却相识在中国的云南大理。我们喜欢跨上摩托车，向着任何方向开始一段新的探险。克里斯的爱好很多，他做音乐 DJ， 玩杂耍，晚睡晚起，是最像云南人的老外。克里斯习惯早睡早起，要早点回家。我们两个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旅行给我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挑战，所有的意外都让生活更精彩。我们一起开了萨尔瓦多咖啡馆，现在已经有12年。这样吗？嗯，再往下一点。对，在这个位置。四月正是昆明最好的季节，克林和克里斯一早就开始着手粉刷墙壁，忙着装修咖啡馆的新店面。为了把隔壁的店面盘下来，他们已经等待了多年。等装修完成后，萨尔瓦多就能扩大到原来的2倍。对克林和克里斯来说，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装修萨尔瓦多了，而选择自己装修的最大理由就是省钱。上午10点，一墙之隔的咖啡店里已经坐满了人。仅有76平米的萨尔瓦多已经有12个年头，凭借味道纯正的西餐和咖啡，在昆明享有很高的人气。外国人喜爱在这儿寻找一点家的感觉，而中国人喜爱在这儿寻找一点异域风情。2001年，怀着一个功夫梦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刚念完大学的克林来到了中国。在云南大理，一场不打不相识的拳击让克林和克里斯相遇，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异国之路。我们那时候很喜欢联系，打拳击，然后那次我们戴那个手套，我们就上去爬山，真的是第一天认识，然后我们就开始打。开始的几秒钟就是有一点点小动作，就是感觉一下，10秒钟、20秒钟，我就哎呀，一拳把我打昏了，然后我看的都是绿色的，2-3分钟，然后就问他，哎 ，Are you okay？ 你没事吗？他的地上就没事，全部是绿色的。现在那时候他已经住在大理的时间很长，从那秒钟就一直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开心就干脆决定住下来。2003年，克林和克里斯凑钱在大理古城开了一家咖啡馆。克里斯喜欢画家萨尔瓦多达利，而且大理和达利的英文又完全一样，于是他们就给自己的理想国起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萨尔瓦多。由于租房花掉了两人所有的积蓄，他们选择自己动手施工，那是萨尔瓦多的第一次装修。一年后，因为大理的房屋要拆迁，克林和克里斯决定把咖啡馆搬到四季如春的昆明。这个城市因为气候适宜、生活安逸，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但是昆明能否成为他们最后的理想生活之地，还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咖啡馆所在的文化巷连接着云南大学和文林街，聚集着各种文艺小店，是昆明外国人最常出没的地方。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这里点上一杯咖啡，然后处理自己的事务，或者来上一份早午餐，和3两好友聊聊趣闻轶事。萨尔瓦多就像一个开放的大客厅，客人和朋友可以在这里享受属于自己的美食和宁静时光。杯杏仁40克，然后苹果丁20克。里面的苹果干，切好了再放在盘子里面吗？嗯。可能为了好看，可以先就放砖块了。好，这是萨尔瓦多新推出的一种便携食品，达利巴能量棒，很受户外爱好者的欢迎。
因为最近每天早上9点就要开始装修，克林只能利用装修的间隙带着员工研制和调试新口味。特殊时期需要特殊处理，在这之前，克林习惯把每一天的工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喜欢规律并且充实的生活。只有八满一，早八满，晚八满。我看到那个是黄二代。我跟你说，我在这里，哪怕我在这里的4-5年都没有外国人跟我交流。萨尔瓦多的员工几乎全都来自云南临沧的几个偏远村庄，在这些农村姑娘们的眼中，第一次离开乡下到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里谋生，就在两个美国人经营的咖啡馆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件新奇的事。好，把手放在下面，给一点点这个声音，把这个气泡打掉，刷刷，然后这样就浪费的不太多，因为这是就第二次就准备到边。糯糯的泡沫，我的口水。一般员工离开农村是他们第一次什么都没有学过，以前他们都是种地的，很辛苦的。来昆明第一次看那么忙的一个城市，有一些人也是第一次上车，可能10公里是他们离开的村子最远，所以他们来昆明真的是跟来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他们刚来的时候一切都是新奇的，咖啡是一种奇怪的苦茶，奶酪是一种古怪的物质，墨西哥菜是他们从没吃过的，他们只在电视上见过外国人，没有和外国人说过话。我生活在农村，然后来城市的那个生活不一样，然后有点压力，知识方面有点问题，然后思想不一样，那个时候还小。女孩们的文化程度不一，有的念到高中，有的不识字，如果碰到外籍客人点餐就是个大问题。于是聪明的老板想到了一个针对员工和客人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我们是免费提供，每个人有一个外国的家庭教师会培训他们英文，每个星期一个小时，一对一。我们现在有7个老师跟我们，他们就是免费帮忙英文培训以外，也有这个提成。办法自己想，萨尔瓦多怎么做得更好，怎么赚得更多钱，怎么给我们服务更好，我们客人更喜欢，做得更好吃。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也希望我们每天卖得更多。老板们喜欢自己动手搞装修，却不用担心店里，得益于姑娘们每个人都是多面手，可独当一面。餐厅经理阿丽已经在萨尔瓦多工作了10几年，克林和克里斯看着她怎样从一个来自农村的小姑娘成长为一名过得心满意足的职业经营人员。认识了卡勒和克里斯真的很幸运，可以算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萨尔瓦多有超过20名员工，绝大多数都是阿丽的同乡，阿丽每年都要带出来几个女孩到萨尔瓦多实习，并最终留下来工作，是像妹妹一样的照顾我们。他们两个各有各的好，我们都不会生气啊，然后都不会吵架什么的，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起做事情。如果我要做什么决定啊，我们经常要通过他们的同意才做，经常问他们的意见，所以很多客人就都会说嘛，我觉得你们家服务员很高兴啊，就每天都在玩的笑啊，就很礼貌啊，特别好，像哥哥一样。因为现在我都把这个萨瓦多卡伦和库斯都像哥哥一样，像家人这样子了。我已经就是跟家人的这样相处，不会这样。用这个拿出来。好。
对吧？可以吗？与此同时，狭小繁忙的后厨空间，克里斯正和当班厨师试做一道素食意大利面。要太补呀！要太补。先几种干？先几种。可以吧？规模扩大，菜单自然也要有所更新，而做饭又是克里斯最喜欢的。克里斯从小就很独立，17岁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打工养活自己。他不仅会做饭，还擅长各种手工修理活。尽管女孩们之间交流的是临沧方言，但这丝毫不妨碍克里斯。从来没有上过一天正规中文课的他，现在说起昆明方言来也是相当熟练。我要的那个他是甜的。Fusilli 就是这种面条，转转的螺丝。克林和克里斯特别关注自己的员工，这些新的城市移民，其实大家都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了家人，来到昆明，但他们一起成就了一项事业，一起经历了成长，更重要的是组建了萨尔瓦多这个大家庭。新店装修好，准备拆掉中间的隔墙，将两家合并成为一家的这一天，萨尔瓦多决定暂停营业，去昆明城外30多公里远的燕子洞郊游。这个是很漂亮的自然的地方，我们来的跟走的有一样了，还是走的时候更干净也好，如果你们找到别的人的垃圾也可以捡，我们自己的垃圾不要扔。下午我们都要去另外一个岩壁一起照相，然后今天就好好休息，好好玩，好好吃，最近都很辛苦，好机会放松。老板你也辛苦了。中国对柯林和克里斯来说不仅是商业宝地，他们喜欢跨上摩托车从任何城市走出去探险，云南的乡村又是他们最迷恋的地方，但是他们发现曾经与外部世界相隔离的村庄正在快速地融入外面的世界，于是每月一天的关门休息，克林和克里斯更愿意带着姑娘们重归大自然。出门要带着带可以吗？今天好好看，这个要拉，你到那个口袋要打开，留在石头上。在萨尔瓦多工作几年之后，女孩子们逐渐掌握了经营饭店的所有必备知识，因为她们每个人都是从洗碗工作起，慢慢学会西餐烹饪、上菜、制作冰激凌。她们变得更好奇、更自信，她们学会了表达自我，开始着手制定自己的人生目标。OK， so 我先拉上绳子，然后应该再检查一次。你从石头拿掉也可以，换一个方式，对，这个叫聪明。萨尔瓦多是让员工们来到昆明的途径，而这些员工也是克林和克里斯了解中国生活的途径。这是他们在别的地方永远看不到的一面，萨尔瓦多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装修已经进行一个多月了，即将接近尾声，可是装修材料还有部分剩余。为了物尽其用，克林和克里斯想到了一个好去处。几天前，他们正好去给昆明的一个公益组织联心公社设计厨房。联心公社想为昆明的留守儿童们打造一座爱心食堂。虽然柯林和克里斯并不是专业的装修人员，但是咖啡馆的几次装修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也许能派上用场。大部分的那些人都想找办法支持，不知道是给东西还是培训还是什么。嗯，但是先有一个出发。联信在昆明是在最贫穷的地方支持，像学生的父母每天上班没有时间看他们，他们下水了以后就会去联信，他们会看他们，会给他们做一些活动，也会给他们吃东西。我们认识这个联信后觉得这个机会很大，应该找办法跟他们合作多一点。他们很喜欢参与这些公益活动，尽管这听起来不像是咖啡馆老板分内的事。就要两个火吗？还是可能四个？我觉得要四个。我也觉得。对，因为小孩子越来越多，为以后考虑的话，万一有100多个小孩。我们先安排四个，但是再说。其实，柯林和克里斯参与类似的公益项目已经好几年，在他们看来，能在昆明开自己的店，离不开朋友的帮助。他们也想发挥自己所能，回馈给更多的人。我们觉得应该要4万。这些反正这种，也可以找二手的，质量也是挺好的啊。然后这样也省钱。然后呢，其实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那些都是做的挺好。这个就是柜子放碗筷啊，各种东西，这个柜子也是不舍放的。嗯。昆明有超过4万名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忙于打工，不能陪在身边，这造成了不少社会难题。在萨尔瓦多，7个员工带着孩子工作，他们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难题。于是柯林和克里斯与联心公社这样的公益组织顺利地联系到了一起。他们家比较痛苦，他们就每天早上在这里会站好几十个人，就是 day laborers。完成了爱心食堂的设计，柯林和克里斯决定去留守儿童孔维西的家。他们是在联心公社志愿人员的帮助下认识的孔维西。去年夏天，柯林还带着孔维西姐妹参加了丽江少儿夏令营。今天，柯林和克里斯特地送来了那次活动的相册。这是你们去丽江的，是吧？对。有一个专业的摄影师跟我们来，也是他的好朋友温迪姐姐，他照的。哇，这个太好了。孔维西是个性格内向的小学生，他的脸上总是挂着腼腆的笑容。哎呀，还有作业吗？今天？哇，那么难，怎么会写这么多？他来自什么？非洲。嗯。看着孔维西越来越开朗，柯林仿佛看到了妻子阿玲当年的身影。我从小就是有艺术的梦想，但是我又不知道我怎么去那个学习，我更不认识画画的人，但是我还是自己画，像钢笔啊那种，自己找一些感觉。阿玲很有艺术天赋，他使用色彩绚丽的东南亚布料做精细的拼贴，精心描绘自己的故乡风土、童年回忆和梦境奇遇，形成一种灿烂夺目的视觉效果。我以前设计包就是用这些彩色的布料，然后剩下那种小块小块的我都就没办法，然后我想太浪费了，因为这些布料都是很贵，而且从不同的地方来的，所以我就想把它剪，然后就做了第一张画，然后很漂亮，然后粘在那个纸上面。二手的这个衣服或者换了，然后有一些是很老的布料，就没有人再回去穿它，如果这样的话就再给它一次生命，所以我又把它做成了艺术。从乡村生活的再现到作者自己梦中的精神世界，这种独树一帜的艺术手法让阿玲在昆明的艺术圈一下子打开了知名度。这个衣服，然后是我第一次穿的，就是出生以后。然后这个裤子是我妈做的，因为我小时候穿很多衣服是我妈妈做，因为我那个时候没钱买嘛，因为很贵，然后就会买这种布料，然后给我做背带裤啊，都是我很喜欢。从最初的萨尔瓦多员工，最后成为昆明小有名气的新锐艺术家，在柯林看来，城市生活给阿玲的艺术天赋打开了一个自由之门，
让阿玲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因此，克林和克里斯想到为这些城市留守儿童组织系列的公益活动，希望他们中有更多的阿玲也能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结束一天的工作，克林来到阿玲艺术工作室，接他一起去看望昆明的老朋友设计师王虎夫妇。你说那个闭塞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是他们在昆明最亲密的朋友。萨尔瓦多的三次装修都离不开这对夫妇的鼎力支持，几乎每个月克林和克里斯都要去他家聚会一次，一起享受最地道的云南家乡美食。克林和克里斯在云南生活已经超过15年，而克里斯在美国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也只有7年。两个地道的美国人早已离不开这里的山水风光和独特美食。放一些百味调料。他已经等不了。好久见了，我都没时间。好久。好啦，这份菜就已经完成了。来，我们下一个。就这样装吗？我觉得这样吧，那我再浪费一个汤。Thank you. 身体健康。大家喝着从临沧带来的包谷酒，聊着这些年在昆明的变化。克林即将当上父亲，克里斯仍然玩着自己喜欢的音乐。这个吗？还有。经过两个月的装修，扩大规模之后的萨尔瓦多新店就要开门迎客了。在很多人眼里，萨尔瓦多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赚钱曾经是他们最关心的事。不过现在，克林和克里斯找到了一条通往快乐的道路。对于萨尔瓦多的成功，克里斯说得更清楚。我在中国居住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的生命的1/3，但却目睹了这个国家各式各样的改变，仿佛我已经活过好几次。初见时的中国，现在感觉就像我童年的一个伙伴，此刻一了无踪影，就像个回忆，